就繼德學友，另外一位同管弦樂團合作的鄧偉嫻，大家都很熟悉的。另外一位就是同他這首新歌《禮物》作曲作詞人古善敏的，是啦，跟大家打聲招呼啦。大家好。好，不如問一問古善敏先啦，不如跟我們講過呢，就是這首新的作品《為下聲》作品《禮物》這首歌，即是為什麼好像挺哀愁一下這樣呢？其實這個是一個反傳統的方法來 present 一隻挺特別的情歌。是怎樣反傳統法呢？因為禮物是開心，是啦，因為通常禮物就很開心，無論大小的朋友都喜歡收到禮物，但這份禮物是感情的退貨。哦，即是不要的。是啦，即是說兩個人相處到沒辦法相處了，而將一份感情好像禮物咁送回給那個男仔。哦，即是不是挺好的禮物，是已經不新鮮了。好好啦，咁我要同阿慧嫻傾下偈啦。咁啊，慧嫻，你自己不嬲都有參與你自己大啲嘅幕後啲工作嘅，咁點解你會鍾情古善敏嘅歌，同埋又會鍾意即係禮物呢首歌，有咩地方令你好鍾意嘅呢？我其實好鍾意同古善敏合作嘅，因為呢我覺得古善敏作唔使幫聲，因為古善敏作嘅歌呢我覺得好好聽，個旋律都好好聽嘅。咁呢同埋呢古善敏好勤力㗎，每一次呢譬如佢交隻歌之後呢，你覺得有啲咩歌邊一句歌詞呢可以更加好呢，佢會即刻好努力咁樣去作好多好多句呢，作到好為止，即係作到你滿意為止，咁所以時交貨係好好好好。咁講咗咁耐呢一首歌嘅好處，不如請慧嫻個預備一下好冇？好啊，慧嫻，唔該曬慧嫻，好想快啲聽到呢一首歌。好，我一齊聽聽慧嫻現場演繹嘅呢一首作品，歌名叫做《禮物》。手中备了礼物，探望最想探望的人，淡淡那句白，浓浓的心，但未见热情在眼神。月亮似好了，望着你身在斗战，如何将手心一切都送还你，不再拖延，唯求原谅我，怕痛苦失眠，爱你的心怎么会无情善变？望着你哭了，望着你凄然的笑，残留于心中的爱都送还你，不再心跳。如明日内疚，送你的搞笑，那痛苦将分给我，也许不是。送礼物，送赠母亲告别的人，倦倦那句话，茫茫的心，并未有焦距在眼神。月亮似好了，望着你身在斗战，如何将手心一切都送还你，不再拖欠，唯求原谅我，痛苦失眠，爱你的心怎么会无情善变？望着你哭了，望着你凄然的笑，残留于心中的爱都送还你，不再心跳。如明日内疚，送你的感笑，那痛苦将分给我，也许不是。如明日内疚，送你的感笑，那痛苦将分给我，也许不是。如痛苦交织的你，永忘不了。